出老虎啊！走了，让我气走了。哎呀，哥，你说你这暴脾气一天。我啥暴脾气啊？啊，一来了就列了我三大罪状，还冲我发脾气，咋的？我还留他吃饭咋的？不是你这啥意思啊？这是？我收拾收拾我自己东西，我等他们来撤我。没那么严重，你别耍情绪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阿丽，这回啊，我是最轻松的啊。哎，要不然你跟我去趟齐里吧。我没空，要去自己去。哎，哥。吃饭了啊！我跟你说话呢，吃饭了。你差不多得了，这么大个人，这心眼儿咋那么小呢？不就是个村官吗？咱不看正好。你说咱家往那嘎查搭了多少钱了，还让人家戳脊梁骨？哎呦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你说你真是个官迷呀、啊！不就是个嘎查书记吗？整得跟个麒麟岛似的，你还真当真了？有完没完了？啊！让你两句得了。咋的？我说的话别人听了是不是啊？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啊！哎，我不说的不是事实是吧？把自己整的，人家家都是闷着头在发大财，只有你拿个鸡毛，你还真当令箭了你？土克拉还当宝贝了？说啥呢？啊？我嘎查达怎么了？我嘎查达那是群众选上来的。不是上级派来的，那是老百姓对我的信任。我自己拿我的荣誉当宝啊，要不谁拿我当葱？哎呀，你以为现在人家都把你当葱了？那么大声咋的？还呛吵你呢？真觉着自己挺伟大的。大白天你别做白日梦了，行不行？何景阳，你可以瞧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瞧不起我做的事儿。你做啥事儿了？你做啥事儿了？哎，来来来来，你跟我讲个一二三，只要能让我服的不行不行的就行。你说，你只要说一个。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我不能说话了是不是？咋的？这是不愿搭理我了？我这你干啥？宝峰，我跟你生活这么些年，你聪明。